总感觉这一把要白给。干嘛呢？这个前锋真叫膨胀，以为我不打你啊？问题很大。丢的是先知的，还他黑妹的在修，看你秀的，你这秀的啥？秀是挺秀啊。还在那吸鸟，还在吸，这先知上瘾。追了，估计第二只鸟都吸出来了，不追。杀先锋，阴阵不能交，交了我就炸了。经常要防黑妹，先知中场。打够，不然我就回去了。看他耳鸣亮了，三连看一看吧，三连没有。是狗地叫了，他如果他有鸟的话，
这还救啊？脚印落腿，这都能空。现在揍我一下，不把你把那个眼给揍没了。这伏地魔啊，这是爬了老长一段距离。就一起刷分呐、啊，一个起来接着刷，另外一个接着刷。不要爬了地窖口，这里来了吧。这个集装箱其实是有人的，不想去追。
和飞妹。给力啊！我就骗，我就等着这一刻。我知道这，这人想贪，故意丢个眼，然后他跳一个窗，天秀。有眼他跳得慢。修呗，顶着眼修呗。果然那一刀还是要给前锋啊，感觉因为有鸟空姐抓不到。要存丝了，不能再用了。说是橙汁，又白给一次。这要平了，这是死哪去了呀？往角落带吗？
要么你们直接点了把他卖了，要么就是修完把前锋摸好再过来救。果然是卖的了，早知道带一个五秒透视。前锋不管了，这边死锤咒术一样的，我都懒得去捡，我有的是丝。只能带插眼了呀，带个插眼在军工厂这大房里面，再带个风窗跟别人玩也不怕。真是前锋。这边呢，空姐，摸了一下电机跑了，调香水。那我空姐哪去了？相当是不修机子，追吧。他说不定带的是怀表。果然怀表。鸟叫了，那我不追了。怀表调香。哎呀，这个是绕小木屋啊，没封窗，就不停的翻过来翻过去，完事了。这不死了吗？前锋救啊，因为前锋不打算撞，那就代表他机子要修完了。空姐人皇调向双十一，也就是说空姐刚才我的人皇荡的时候，这家伙一直苟着不出了，看这人能不能拦住。哎，我炸了。这都能空。
哎呀，头痛啊！没封窗，他有加速的，如果你追他就直接转，没法打。感觉胡景村以后也要带封窗了。朝阳施救，又是空投。过半，过不了。炸就炸在那个前锋那一刀空了，他往椅子那边跑有加速。刀太短了，当时还有怀表，你看这种区域就贼烦，你只能翻，翻了还破影，没风窗，牵着他牵着你鼻子走，然后两块板子玩一玩。胡景森再也不带底牌了，他知道你没封窗就跟你玩窗户，恶心死人了。那又来了，这胡景森窗户太多了，他板不多，窗户多。前锋。这都打中了。快点，喂，反正要等一下一个无人。哟，这都中了！哎呀，神！看呆了都，哎呀，这摸的速度这么快的吗？那一折点满了吧。
就是他救了，空姐屁股贴而已。尝试一下救。这次又不带怀表了。有种记得说，你再说，真的真敢刷呀！这简直受不了，插眼去了，然后我在这边再丢一个。那等我又要出来去，出来把那个眼拆了，没球了。顶了个眼，摸人呢、啊。杯子。
医生加技师，一秒摸好，光速摸人。坦率吗？坦率。哎，我炸了！这里吧，守一下人皇。你救命都要学完了，打个蛇皮。不着急端，看吧，自己回来了。临死，这佣兵临死前把机子亮了，医生还他妈都摸好了。还能摸个满血，医生给力啊！就是能修的，估计要扛到死。摁住也亮不了啊！医生的作用就在这里，倒地直接把他摸起来，给这穿模了，这边我就能看见两个人在这修。如果他们直接点了平局，如果还没修完，可以赢。快点探出事啊，兄弟！他这医生膨胀成什么样子了？就开呗，你开他玩吗你？
好好的后门不走，非要开这个门。他没治愈，直接坐等他死就好了。贪一点也可以，把佣兵挂了，往那个。没有名的，差点输了。刚才如果有千禧脚加速的话，踩一下误区，能打那个先知一刀的。怎么感觉这么怂，是个前锋啊？哎呦，可以！鸟的刚回来，人就死了。秒救，不敢。接长洞，一样挂了追。挂了杀前锋。哎呀，我又想守尸，我又想去杀先知，还有鸟。守尸吧。我还是怕白羽。开球。破隐身了，破隐身还难打，离长洞远一点就能赢。祭司是不带怀表的。前锋要交自愈，没交，祭司摸的，然后祭司再过来救吧。买了，再见。有个长洞哎，站在上面守，万一这个祭司打洞了。
看你秀的。哇，这么多鞭尸！哎，下快板，无所谓，直接把长筒打了就好了。嗯，又秀操作了，我钻，他进。都喜欢搞这骚操作。他应该没动了吧？拯救一万个井盖子，没了，盖完板。宝贝去喽，抽完小木屋走吧，看一看吧。没拍到就算了，回去记得抓祭司。三台电机他们怎么修也修不完呢？一个10%，一个30%。我不钻你就不钻呗，爱钻不钻，就想着搞骚操作。简直！俺把这窗户封了，烦死了。直接转医院了。盖一下命都没了。金砖白给了。空姐应该是可以，医生修人皇，膨胀呗。
这样插刀。空姐亮了，然后先知在那个石像，废墟空姐，前锋医院，然后机子快修完了。哎，你干嘛松手啊？这不给我机会吗？绳子烫手。哎哎，兄弟，你真死了。有想法呀，翻窗加速，然后救波人，不追，等前锋死就完事了。还在修呢，就没板子了，还修。进步走，抽完箱子进步走。黑妹医院门口。不是黑妹，那先知，他没往医院走，那就得追。他往医院走，我就不追。板子全下了。然后再加速。他有滑板加速啊，不着急。那拿一刀了。没加速了呀，七刀转医院都怎么可能转得进去呢？啊，真的转进去。哎呀，这四没放好。哎，刚才要是有吐丝的话，吐了一口再来一刀就完美了。吐个隐藏伤害够了。先知呢？先知跑了。
VIP， 丢三台，黑妹再起一台，前锋过来救。过半了呀，那我挂前锋了，这把刀被挡到了就炸了。没好，我赌你修不完。修不完，那就直接追。哎呀，被他吸住金鸟了。哎呀，我没反应过来，亏了，平局算了吧，懒得贪了，这把节奏太爽了。这张的一波金身好的太慢了，我挂完前锋还有28秒，如果金身好了，这黑妹就废了。
己。鸵鸟，鸟不给。五秒钟，再拖五秒。再拖一秒，快过去！哎呦，我炸了！看那个眼，开枪了！我有眼有风窗，我不怕呀。前方没球了，大房的方向，男人吧，就不说机子了。什么情况？无人怎么没了？最后一台如果是大房的话就难打，不是大房还好打。
不认控了就平了，还有一点球。这个调试要没带怀表的话就没了。弹射空姐，哎呀，白给。哇子，白给一波斯，心太崩了呀！真的是白给，再打个手，人都摸得这么快的。已经炸了，这波换人挂一直在白给，换人挂赢不了的。
哇，你还编个诗？本来节奏都不好了，还编个诗？差点输了。